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嘅马黄金风速中间快啊，响佢出边仲有两只啊，分别系符号啦，最出黄衫系进城区啊，内栏黄衫红帽咧就系嗰只果然得嚟噶啦，跟住个第五位系乐天牌啊，第六位灰马加洛飞区啦，咁啊后边嗰四匹马啦，富起来响尾四、尾三就赢科超影啊，后边两只满载归来、扬威四方咧就暂时垫后啊，好啦，转呢个满贯弯啦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呢只符号啦，第二位。外邊啊，係黃金風速嚟噶。埋邊第三有果然得啊，第四位就樂天派內欄，第五黃心啊進城區啊，第六位噶嘛，響外邊二搭咧就加洛飛區啊。後邊四隻富起來響尾四啊，再後邊嗰三匹馬分別啊滿載歸來、贏科超影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嗰只揚威四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跑對面直路咯。前面放嘅馬咧都仲係嗰只符號嚟嘅，黃金風速啊第二位，埋邊第三位嘅馬有呢只就果然得啊，第四位埋邊。黄衫进城区出边第五橙衫啊，乐天派啊，再数后边嗰五匹马啦，加洛飞区尾四浅蓝衫内栏咧有富起来啊，后边三匹马满载归来、赢科超影，暂时殿后咧仍然系跟住扬威四方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过埋呢个六百米段住转弯啊，前面符号接嚟咗一个身位啦，已经跟住第二位埋边咧，咁啊果然得咧，黄衫悭咗啲位上咗嚟啊，响佢外边有黄金风速、乐天派响第四位、第五位埋边进城区，后边有加洛飞区啦，尾四入直路咯，富起来。走入邊掟出去外邊追係滿載歸來啊！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見到符號拋嚟咗大概有一個身位嘅，果然得響中檔第二位啊！後邊嘅馬咧就樂天派啦，再攝入邊追係富起來啊！出邊上跟嚟就贏科超影同埋呢只加洛飛區啊，接近終點符號放順曬啦，收姜贏啊！跑第二名就係果然得啊，第三名贏科超影，第四名埋邊嗰只係富起來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符號都放到順曬啦，結果掟甩贏啊！跑第二名果然得都一路跟住佢嚟跑，都係跟前噶啦。第三外邊追上嚟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。六三威武良區響後邊喎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延心星啊，黃衫嘅，外面紫色衫啊，木火龍區啊，最出黑白斜間衫，仲有花好月形內欄第四神速馬車出邊第五咧，仲有藍區王啊，中間橙衫咁啊，粉紅眼罩就係超郎中嚟噶。咁啊，呢六隻馬比較快啲嘅，好多層有英雄戰士啦，內欄六三大約尾五咗威武良區啊，出邊粉紅帽咧就宏財啊，後邊三隻合金王前鋒啊，暫時墊後深藍衫內欄咧就有運嚟噶，好啦，過呢個六百米段處咯，放頭嘅馬係木火龍區啊，花好月形就已經喺佢外邊啦，內欄第三咧就有延心星啦，跟得幾順喎，咁啊粉紅眼罩第四有俏郎中啊，第五位就神速馬車慢慢出咗去喎，內欄捐咗個位上嚟咧，仲有威武良區綠色衫嘅，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呢只藍區王啦，大外檔係宏財嚟噶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埋邊木火龍區鬥緊外邊花好月形嘅時候啊，兩個馬中間埋邊延心星搖下搖下搖咗上嚟。外边仲有神速马车追紧，最后百零米埋边木火龙区，中间穿上嚟就系延心星啊！出边就有一只咧，就系神速马车接近终点，延心星赢出呢场赛事，神速马车跑第二。咁啊，第三名嘅马咧系嗰只木火龙区，第四名花好月形啊！结果今场赛事延心星都系霸住内栏靓位啦，响两只马中间穿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，萬事快萬閘啊！紅衫紅帽嗰只啊，好啦，前面快嘅馬上夠應聲彈出啊，響佢出邊咧就獵寶勤啦，外邊粉紅眼罩第三位仲有迎落啊，內欄第四起眼光，中間黑衫紅帽，第五位就立白川啊，第六位外邊粉紅衫有迎人啊，再中檔紫色眼罩仲有精英至尊啦，後邊個五匹馬萬事快響尾五紅衫紅帽嘅，後邊四隻又有心二夢幻進區啊，尾二六三啊東方寶寶暫時墊後，係嗰只勇威神區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。尾咯，接近呢個六百米段處啊，方頭嘅馬係上教啊，響佢出邊咧就獵寶勤啦，第三位粉紅眼罩外邊係迎落啊，埋邊第四係起眼光啊，再見到第五位嘅馬內欄咧上一啲喎，紅衫就萬事快啦，中間黑衫立白川啊，外邊粉紅衫粉紅帽有迎人啊，跟住佢出啊，仲有紫色眼罩嗰只咧就精英至尊嚟噶，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上教拋嚟咗個幾馬位啊，獵寶勤響第二位，再見到後邊嘅馬中間上咗少少係有迎人，外邊追有精英至尊。最出咧，仲有只有心意啊！最後一百米到啦，上教放順咗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有一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。第二名嘅馬咧，外邊追上嚟有精英至尊，再出邊勇威神區啊！咁啊，兩匹馬相當近啊！結果放頭馬今日又響度喎，呢只唔係響度啊，直情贏埋啊！上教擺咗喺前面，一放到底啊！第二有精英至尊同埋。
擂台等二門八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有超勁寶寶啊，內欄紅眼罩就係呢只咧，咁啊領創動力噶啦。第三位外邊咧仲有都靈勇士啊，第四位咧就係君志成啊，粉紅衫啊，內欄第五錢多多，出邊第六啊粉紅帽咧，仲有美麗歡聲埋邊第七就聖德福啊，後邊三隻大力猴王啦、啊，掌聲響尾子啊，暫時墊後咧係嗰只逐步贏嚟噶。好啦，轉換冠灣啊，放咗出嚟嘅馬係超勁寶寶啊，都靈勇士啊第二位。守住內欄第三就是領創動力啊！第四位君達德，內欄第五錢多多，出邊第六咧粉紅帽、粉紅袖係美麗歡聲啊！後邊嗰四隻啦，聖德福、大力猴王啊，尾二位置仍然係掌聲啊！暫時墊後咧都仲係一隻逐步贏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咯，超勁寶寶咧都仲係啊貼欄放嘅，外邊有馬走，大力猴王上咗去啊！再見到第三位嘅嘛，就係都靈勇士，內欄第四咧就領創動力啊，第五啊仲見到君達德啦，咁呢只咧就是君志成啦，再後邊嘅馬匹啦，先見到有掌聲，亦都攞咗出去啊！尾四到啦，中檔就美麗歡聲，尾三錢多多喎，後邊兩隻聖德福同埋逐步贏嚟噶。好啦，入彎嘅時候啦，大力猴王入彎走咗出嚟先啊！超勁寶寶咧要兜翻佢出邊上啊！第三位嘅嘛就係領創動力啊，元蘭推進第四，美麗歡聲等入邊咗個錢多多，並將外邊追嘅馬咧有掌聲啊！好啦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大力猴王走甩咗大概半個身位，外邊咧有超勁寶寶啊！咁啊兩隻馬中間咁啊就係領創動力。力叫位追上嚟噶啦，大愛當係逐步贏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大力王接呢只大力猴王接啲少少啊，領創動力逐步上跟嚟，大愛當如飛殺上，有呢只就逐步贏啊！咁啊睇嚟今場賽事都鬥得相當接近啊，會唔會後發先至外邊嗰只逐步贏冚曬咧？同埋邊大力猴王兩匹馬相當近啊！嚟到三班一六五零。大熱係四啊！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內欄位置就係只博望波，中間淺藍衫大學生紅眼罩走上去放咧，仲有十八掌出邊紅衫赤馬紅峰啊，外邊仲有兩隻劍叉群英，最出係嗰只綠族光芒啊，後多陣嘅馬有中檔啊太陽拍檔啦，埋邊六三咧就係嗰匹大千氣象喺個馬林中間啊，響出邊咧仲有隻我做到啊，後邊三隻橙衫係爭金奪冠啊，暫時墊後兩匹馬出邊咧咁啊有本領非凡，埋邊藍衫咧咁啊。暫時響尾二包尾度啦，係加州王者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咧係嗰只綠族光芒嚟嘅。建測群英就外邊嘅第二位，內欄第三係十八掌啊。第四位赤馬紅峰，內欄第五大學生啊。外邊有我做到咧，慢慢上咗去。大約跟住個第七位嘅馬啦，有白衫黃帽咧就係太陽拍檔啊。出邊六三大千氣象都走啦，後邊四隻爭金奪冠就尾四橙衫嘅，後邊三隻博望波加州王者暫時墊後係本領非凡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六百米段處咯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見到外邊咧，我做到走咗上嚟啊！埋邊係綠族光芒嚟噶，第三位出邊啊，大千氣象啦，第四位咧仲有建測群英啊，中間啊，內欄十八掌出邊爭金奪冠啊，揈出大愛當啦，係本領非凡啊！後啲先啲赤馬紅峰加州王者嗰啲馬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中間係我做到鬥緊入邊咧，綠族光芒啊，涉外邊追嘅馬有大千氣象，內欄上咧仲有建測群英啊，後多層咧仲。有爭金奪冠啊！最後百零米外邊啊，大千氣象冚埋去咧，就係我做到嗰度啊！再見到外邊爭金奪冠上咗嚟，接近終點啦！大千氣象贏啊！跑第二名我做到，第三名咧外邊追上嚟係爭金奪冠啊！至於第四名咧，應該嗰只老馬赤馬紅峰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大千氣象咁啊，透多大熱，暫時顯示係四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冠寶區就走啦，外邊龍澤飛區都走上去啊，入邊有勁好運啦，進佔第四位勇進當去啊，內欄粉紅眼罩就係呢只江南勇士啊，後多浸啦，響內欄嗰邊啊，紅白衫嗰只咧就魔法速遞啦，中間啡色衫得意佳作，外邊啊齊歡聚樂啊，後邊四隻分別有黑桃火箭啦，內欄咧咁啊尾三咧進佔啊傳承者啊，暫時墊後係嗰只對人之星嚟噶，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灣咯，前面。放嘅馬咧就係嗰只冠寶區啊，龍澤飛區跟前啲，外邊第三位咧就勇進當鋭啊，內欄第四江南勇士啊，中間第五仲有勁好運啦，內欄第六啊，咁啊就係呢只魔法速遞啊，中間啡色衫得意佳作，外邊齊歡聚樂啊，後邊三隻傳承者黑桃火箭暫時響尾二啊，墊後嘅馬匹係對行之星嚟噶，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過埋呢個八百啦，冠寶區依然係佔先嘅，龍澤飛區就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嘅馬啦，咁啊外邊位置就勇進。
俊當鋭啦，內欄咧咁啊粉紅眼罩就江南勇士啊，中間第五位粉紅衫咧仲有勁好運啊，內欄第六紅白衫就魔法速遞，中間得意佳作，後邊四隻黑桃火箭中檔尾四，出邊齊歡聚落尾二全城者包咗落尾噶嘛，黃衫咁啊攞出去外邊啊對行之勝嚟噶，好啦轉彎入直路啦，冠寶區埋邊佔先嘅，揈出去外邊啊有龍澤飛區啊，再見到出邊上就勁好運啊，馬林中間有黑桃火箭啦，入邊啊江南勇士啊，大外檔嗰邊仲有得意佳作追出對行之星添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黑桃火箭喺入邊一穿上嚟就已經係拋甩咗後邊噶啦，勁好運第二位，魔法速遞第三接近終點，黑桃火箭贏啊，跑第二名係勁好運啊，第三名咧就係嗰只魔法速遞，咁啊第四名龍澤飛區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黑桃火箭都過往都係一隻好難贏嘅馬啦，今晚放假拍都認真厲害喎，結果夜晚係五準備。是二添啊！大熱好，你起步嘅時候前面快閘嘅嘛，內欄位置係新力啊，出邊有神希麗人、喜俊之星啊，中間第四位就美麗緣分啊，中間紫色衫第五有朝朝醒啊，出邊六三黃帽咧咁啊進佔第五位，仲有飛雲啊，內欄咁啊第七位黃衫大面箍就必先生啊，後邊五匹馬沙張金剛新幹線啊，尾三係好接拍啊，尾二利顯天下，暫時大墮後嘅馬匹咧就係嗰只街磚衫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出嚟跑嘅馬咧就神希麗人。響佢出邊咧就係嗰只美麗緣分啊，喜俊之星第三啊，第四位內蘭，仲有呢只新力啊，中間夾住係飛雲噶啦，再後邊內蘭第六係必先生啊，第七位就朝朝醒啊，紫色衫啦，後啲嘅馬啦，好捷拍啦，新幹線啦，尾三咧就沙張金剛，尾二利顯天下，大脱節係街磚衫嚟噶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咁啊埋邊係呢只神希麗人鬥緊，中間就係美麗緣分啊，內蘭新力亦都追緊啦，中間飛雲上緊，外邊朝朝醒唔轉腳都爆啊，最出嗰只就新。干线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神希丽人占先啊，咁啊见到外边朝朝醒冲势亦都相当凌厉，中间有飞云，出边啊新干线接近终点，朝朝醒赢啊，跑第二名新干线啊，咁啊第三名中间咧飞云，咁啊至于埋边咧，咁啊临门有啲力弱，即系神希丽人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咁啊呢只朝朝醒仲有排学嘢啊，咁啊都一样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嘅馬咧，中間位置有雅典武士啊，埋邊連笑多好啊！外邊嘅第三位有綠色好威，中間第四巴薩洛亞，出邊灰馬咧淺藍衫就紅日射，後多層嘅馬有比特星啦，大約尾五到啦，紅衫就英雄豪邁啊，尾四年年幸運，尾三內蘭藍衫胡椒軍曹啊，後邊兩隻穿甲英同埋添開心嚟噶。好啦，過曬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放出嚟跑咧就係呢只連笑多好啊！雅典武士就第二位啊，內蘭第三，仲有巴薩洛亞第四。四位拍住佢就綠色好威啊，好多層啊嘛，出邊灰馬就紅日射啦，中間年年幸運啊，揈咗去大外檔，再有英雄豪邁嗰啲馬，入正再直路啦，前面一對鬥緊，連笑多好響中間，外邊就雅典武士啊，出邊追有呢只綠色好威，埋欄上就巴薩洛亞，大外檔就紅日射，最出仲係只英雄豪邁，馬林中間年年幸運啊，接近終點，外邊冚上嚟紅日射，中間年年幸運，接近終點紅日射，外邊冚上嚟贏啊，跑第二名年年幸運。第三名咧，巴薩洛亞咁啊，同埋一隻添開心咧，就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紅日射咁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結果衝贏曬啦！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！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！多謝大家。